大家好 ，Stadom 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 KMB 十七第二个版本啦，照计就系、是，睇下黐胶纸嚟辨认卖出嘅产品。咁都一排冇出呢个冇树挡嘅短 face lip。啊、今次有趣地佢係冇再分呢個專門店版同埋派街版，只有一個版本今次。有啲積嘅，有少少棘，最後嗰度有啲棘。哦，係根本係個，哇！睇下佢個碌歪到啊！唔怪啲鴨到咁黐線，咁路線五啊三啦，最多站嘅路線啦，方向就係元朗營點，車牌 XA 三五六四。车队编号 E6M83 是荔枝角厂挂牌31M， 不知道选哪一个时段整呢架车啦。系咯，佢行呢条线嘅机会有几大？佢应该都是 L 啦，应该都系荔枝角厂啦。始終佢去荃灣咁都係荔枝角嗰個服務範圍。咁照計應該就係呢啲資料唔同啫，其他係啦，唔講咩分別啦。冇啊。佢个路线摆位唔同咗，系咯，今次系靠咗个路线 number 靠咗，唔得意嘅侧牌尾牌，系咯，咁暂时原色嘅 E6M 就有六格咯，教头。大步虛，跟住有兩個 KMB 十七嘅頭版，唔知賣咗幾耐都唔記得，睇翻先。嚇，五個月咋？五個月就已經出第二個版本，黐線啊！五個月已經。出第二批，咁癲，不過算啦，唔夠 B7RLE 勁，好似三個禮拜啫嘛 B7RLE， 係咯，佢第二個版本係三個禮拜前左右啫嘛，即係頂籠一個月，我就算我遲咗放片，頂籠一個月。跟住已經有第三水啦，又出咗個新版本，依家喺七仔賣緊，咁啊唔知隔多幾多個禮拜啊，微影專門店都有，咁我到時先買啊。呢啲咁嘅常品嘢，梗係等微影有折扣，有會員折扣先買。玩少幾格唔會咩，咁遲啲啦。咁好啦，今次个第二版本嘅 KMB 十七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